張希文、曹永廉、朱志賢同埋李善恒一齊，我哋公布呢兩張收視嘅起訴。好啦，好，三二一，摩托強人第十六集嘅收視，新天康平台總收視係25.1，觀眾161萬，收視成績持續穩定，希望嚟緊兩星期嘅收視繼續上升。我哋影翻張相先啊，張先生，首先咧，我哋有。